从我开始。那从他开始。我们要剪刀石头布一下。剪刀石头布。你好听话呀、啊。晚上呢，互相用呼噜就是打扰完对方了之后呢，白天一起床，他就要开始唱歌。我们就是有那种起床的放的那个歌声嘛，他就会跟着那个唱，不管是他会唱的还是他不会唱的，不管这个歌是，大口都是这样，不管，对对对，不管这个歌有多高，在他起床一秒，他可绝对可以飙上去，就是说他无时无刻不再发出声音。就是莫涵在吃饭这个东西上面实在是太过分，真的很过分。看，不是很理解的样子吧？勉强，最贵的一顿饭，还挺贵的，就会有那种分子料理、啊，而且要约很久，然后可能就很贵，对，就很贵，对。而且我非常开心，还好我不吃生的，不吃生的。所以我在日料上节约了太多的钱，因为那种日料就很顶级的，一定非常非常贵。因为我不吃生的，所以我真的省了非常多的钱，我好开心哦。有一次同台，就是我们上台跳一个舞，然后那个已经有这么厚的跟了，就是因为我旁边站的是张宇哥，我逼着自己在这么厚的跟里面再跟了两个增高垫，我踩了一双10公分的那种鞋在上面跳舞，我真的人到死过去了。你无法保证我没有垫，我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垫，就是已经获得那么大的优势，就考虑一下我们这种普通平凡人的感受。好好，以后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会注意的。好的，好的。